今天又是一期欧气满满的隐藏手感分享视频。以上的这些所有盲盒都是来自我粉丝的投喂。今天这期呢，咱们先来拆上面三个。上面三个呢，是我跟一个娃友换的娃，这个娃友特别的好。我有一阵儿特别的飞，连续端盒总也抽不到隐藏，我粉丝都着急了哈。他就把这三个他抽到重复的隐藏款跟我换了，就说让我吸一吸他的欧气，转转运。吸欧气这个事儿真是玄学哈，你不信都不行。他这三个隐藏一到我家，我就立马转运了哈，也能开始陆陆续续抽到隐藏了。在这里呢，我也特别感谢这位粉丝朋友。也不知道我把你的这个欧气吸过来之后，你那边的欧气怎么样啊？在这条视频下面给我留言吧。点将纯佩佩系列，这个系列之前我给大家拆过基础款，但是没有隐藏。那我这盒呢就是隐藏款，这个大盒呢是线上的一个限定款隐藏，只能通过扫码获得。那这样的话，我两个隐藏就都有啦。重量是70.7克，晃起来的手感前后上下晃不动，只能听到卡片晃动的声音，左右是小范围晃动。隐藏款迷藏，这个隐藏你们觉得好看吗？我只能说是没有很惊艳的感觉，但是毕竟也是一个隐藏款呀，又为我的隐藏大军增添一员。看这个盒子都特别的大，这个隐藏一定特别惊艳。超级隐藏玉玲珑，哇塞，这只好帅气啊，有种女扮男装大侠的感觉哈。它腰间还配了一把剑，裙子底下是一只烤鸭嘛，油光锃亮的。如果想给他戴上这个帽子，需要把头上的发髻拔下来。太酷了，有没有？这个隐藏太好看了。Kimi and Mickey 奇妙心愿夜系列，这个系列之前我是端盒了，但是没有隐藏款，这只是换的隐藏款 Mickey。这盒是83.5克，晃起来上下几乎是晃不动的，前后左右都有特别小范围的一个晃动，是也捏不到任何东西的。Miki 愿望，妈耶，这只好好看呀！它的头发、小爪子、尾巴这些白色部分都是珠光漆的材质，小耳朵还有头上的这个应该是火焰吧，采用的是透明件儿。头上的这个行星轨迹也是珠光漆的，它这个姿势也特别的好看，双手合十，好像在许愿哈，这是在许愿我多多抽隐藏吗？好啦，以上的隐藏手感你都学会了吗？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，就给我点个赞，再点个关注，支持一下吧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